好，各位八點一咧，我哋會教大家正整數嘅指數定律。咁啊，何謂指數呢？有啲同學可能唔知啊。指數其實即係我哋以往平時講嘅次方啦。咁呢啲次方嘅運算啦，其實係有一啲定律嘅。咁啊，你見到你份導學案其實頭五個式啊，即係一二三四五呢個就係嗰五個定律嚟噶。咁其實好唔難，完全唔難理解噶。譬如你都見到啊 ，AM 次乘 AN 次咧，原來個次方會相加噶。咁大家留意喎，要建基於個底要一樣嚇，大家個底大家都係 A， 咁啊次方就會相加嘅。咁點解呢？好簡單啫 ，A 二次乘 A 五次，其實咧拆開嚟諗，即係咩叫 A 二次咧？就兩個 A 乘埋啊嘛，係咪啊 ？A 五次就五個 A 乘埋。咁你發覺咧，如果就咁乘埋佢咧，夾埋係咪 A 有幾多個 A 乘埋就七個咯。咁所以其實就呢個可以直接考慮做 A 嘅七次方。咁啊，當然我哋每次做數咧唔會咁寫噶，咁寫嘅話寫到天光啦。咁啊變咗我哋可以歸納一個定律咧，就係咩咧？原來個底相同嘅話，相乘個指數啦，個次方會相加嘅，就二加五變七啦。好，咁啊，原來除都一樣有咁嘅效果喎。A M 次除 A N 次，原來會變做減嘅。咁啊，同學留意一下啦。譬如依個 A 七除 A 四，我哋可以直接咧就當 A 嘅七減四就係三啦。咁所以答案咧，原來呢個就 A 三次。咁但係點解 A 三次咧？如果要解釋都唔難嘅。A 七次就七個 A 乘埋啦。嗱 ，A 四次係四個 A 乘埋啦。咁你見到依家攤開曬嚟寫，然之後逐個約揀咯，咁樣約，咁樣約，咁樣約，同咁樣約，上下約揀之後係咪剩翻三個 A 喺上面啊？咁呢個就係 A 嘅三次方。好，咁但係如果發覺咧，中一都提過噶，中一嘅時候啊，如果發覺除嗰陣唔夠除喎 ，A 五除 A 八，咁點算咧？咁其實實際真係可以照減噶，我哋八點二下一 part 會講噶啦，去到負指數嗰陣，原來呢個 A 嘅負三次，咁但係而家我哋唔講住，咁就用翻你中一嘅概念啊 ，A 五次就咁啦 ，A 八次就八個 A 啦，一樣約減約減，係啦，不斷約減之後咧，原來剩翻啲份母嘅 A 係咪？咁剩翻三個 A 喺份母嘅 A 三次分之一啦，上面冇嘢就係一。咁所以原來咧，用翻中一個意思係一樣嘅啫，就係唔夠減咧，照樣大減細。不過個答案咧就擺翻喺分母度嘅，因為分母有剩啊嘛，係咪啊？咁呢啲都係解釋嚟嘅啫嚇。你平時做數千祈唔好咁寫啦，直接好似依家呢啲例子咁樣咯。佢 A 廿 X 廿三除 X 十五，其實連呢兩行都唔需要寫嘅。我就想希望大家咧，直接將呢個答案變咗廿三減十五就點咧 X 八，寫多錯多啊！呢啲絕對唔需要，你明白就 OK 啦。唔夠減，照減22減9，咁就13啦。不過 Y 13擺分母嘅，得唔得？咁啊，呢啲都係嘅。其實咧，唔需要寫呢一步，直接由呢、這個你明嘅，直接出呢一個答案就得啦。好，咁跟住第三條啦 ，A M 括住 N， 呢個小心啲啊，呢、這個好容易同上面嘅呢兩個撈亂嘅。呢兩呢個係加，呢個係乘啊嘛。好啦，咁呢個係乘嘅，括住呢只，你見到 A 二次括住三，咁其實原來好簡單啫，就直接可以寫咩咧？就係呢個啊，呢個可以直接寫就 A 嘅六次方啦，就係二乘三就係六啦。同一道理 ，x 嘅六次括住九，六九五啊四，呢個唔需要寫嘅，直出答案得啦。OK， 咁但係點解咧？咁原來 A 二次嘅三次咧，其實可以諗成係三個呢啲 A 二次乘埋啊嘛。咁啊二加二加二咪六咯，得唔得？咁但係我哋唔使咁寫嘅，直接出答案。當你明呢一個定律嘅話，就可以做數做快啲啦。個化簡個步驟冇咁複雜。好啊 ，A 第四同第五咧其實類似噶。括住 n 次，括住不過一個乘一個除啦，原來好簡單啫喎，個結論就係將啲 n 抌落去嘅啫 ，a n b n 抌落去嚇咁樣做，咁你見到好似呢啲例子咁咧 ，a 二嘅五次啦 ，p 嘅五次啦，總共括好似拆咗佢咁樣咯，變咗咁樣，咁跟住二嘅五次變32，好呢個小心啲，呢個特別提一提大家，有個負喺度喎，呢個六次方要點擺咧，就係擺兩嚿嘅，負又有份 ，k 二次都有份嘅，咁 k 二乘六呢個當乘嘅喎，啊二六一十二就變呢一個。咁呢個係負一嘅六次，咁如果俾我做咧，我會咁寫嘅，直接就寫負一嘅六次。嗱，負冇數字當負一嘅，負一有六次份。好啊，呢個抌個六次落去，咁啊直接寫嘅啫，就 K 嘅十二啦，因為二六一十二。咁最尾呢個負負負負負負六個負應該係變正嘅，咁所以呢個正一嚟嘅，咁消失咗啦，咁所以就係 K 十二次啦，就變咗咁樣樣。咁後面再示範啲例子俾大家睇啦，好似呢個咁啦，咁啊照寫啦。我提大家咧，我唔建議大家。呢一個反而我唔建議大家直出答案嘅，我真係想你哋寫一步寫兩步嘅。點解呢？因為同學咧好中意咧三個四次方咧就變咗三寫十二嘅，呢個好容易寫咗十二嘅。因為大家開頭未好熟啊，咁我建議大家寫多一步，三個四次照寫先 ，K 嘅四次照寫先，最尾諗清楚三乘三乘三乘三係乜乜嚇，咁啊好容易錯嘅。我驚你哋啱啱開始學咧就好容易寫咗十二嘅，所以同一道理啦。呢啲二嘅五次我唔建議直出答案嘅，你照寫二嘅五次先，咁啊 P 五次照寫啦，諗下二嘅五次係乜，諗清楚先好寫。得唔得？好，咁後面舉啲例子嚟睇下啦。嗱，譬如呢度，大家望下第一條啦。咁第一條，佢其實你可以直接乘咗呢個先嘅。咁啊，二加七就變咗九啦。咁啊，九四三啊六啊，係咪啊？好啊，呢兩個，咦，唔夠減照減啦。Y 八次
分之一，我唔係咁做喎，我用嗰第二啲定律，其實冇乜所謂嘅。嗱，我個做法就唔係計裏面先嘅，我計咗呢個抌落去，呢個抌落去，用咗定律五啊 ，y 嘅四次，二二如四嘛，十乘二係二十啊嘛，就變咗咁啦。抌啲次方落去先，跟住咧就再相減，五夠減就擺份母啦嚇，減完之後十六分 y 十六分之一，好呢、這個乘嚟噶，啊冇撈亂啦嚇，乘定價三七又廿一，咁啊廿一減八啦，咁所以答案咧就十三喎 ，h 十三。好呢一、這個分落去分落去啦，咁啊分啦嚇，四嘅三次啦 ，x 三次啦，四三次係六十四啦嚇，記住寫咗呢步出嚟喎，唔寫呢步驚你直接寫十二嘅呢個。好呢度個負喎，頭先講過啦，負其實係負一咁解嘅。所以五咧要抌兩次嘅落去嘅，負一有五次 ，y 六都有五次，咁五六中三十直接寫啦。咁啊五個負咧成埋係負嘅喎，點解咧？咁啊上堂再講下咯喎，點解有陣時候負有時候正咧？自己思考下啦。好呢度咁啊成個括住四次啦，個四要掉幾多下咧？要分去分三下嘅，一個兩個三個嘅。咁所以負二有四次啦，要括住啊，三四就一十二啊 ，x 十二啦。四四一十六就 y 就十六啦，咁呢個諗清楚啦，負二乘負二乘負二乘負二，咁四個負就變正啦，二嘅四次十六嚟嘅，唔係八啊。好，第三條，第三條咧又係啦，呢啲好似拆括號咁樣啦，掉個三掉個三，咁所以變咗咁咯喎，三三三嘅三次啊，三乘三乘三廿七，呢個要掉三下，一個兩個三個 x 八 y 四，四都有二次嘅，四四就一十六，呢個呢、这個負喺度點算咧？我建議你黐翻上個數字度嘅。咁所以第一步咧，先將心裏面諗下，將呢個負黐住個三，所以應該係三嚿嘢，一個就係負三，一個就係 y， 一個就係 x 四。咁負三有四次啦 ，y 有四次啦 ，x 四咧四四就一十六啦。咁最尾呢個諗清楚啦，啊負三乘四下嘅，負三乘負三乘負三乘負三八廿一。好，最後呢個啦，好多變化呢、这個，哇呢、这個呢、这個有個負咁點啊？頭先講過，黐落個六度，嚇、啊、咁所以咧俾咗個六佢啦，咁所以咧。A 八就二次啦，十六負六啊嘛，二次啦，括住 A 三二 A 六 A 四二 A B 八咁啊，四二如八啦。OK， 咁跟住呢個就三十六嚟嘅正嚟嘅，咁慢慢呢兩個再減咯喎，咁所以最後答案係呢一個，呢、這個分三下，分三個計完之後，分子乘分子，分母乘分母啦，你可以考慮呢個方法。最尾上下再揀啦，呢、這個八一如八，八一十六嚇。OK， X 照寫。Y 咧唔夠減，十六減七係九，咁啊擺份冇啦。OK， 就咁多先。